欢迎来到新源与胖葵。今天快速做一个开箱视频。今年的夏天特别热，植物涨势非常的惊人。前阵子 Home Depot 打折，我就50入手了一个 Ryobi 22-inch Battery Hedge Trimmer， 中文应该是修剪机，用来修剪灌木什么的。东西已经到了，那么我们来打开看看。一个电池修剪机，这里还有一片橙色的塑料。那么首先取下刀片上这个黑色的塑料，应该是包装，不需要用到。然后把橙色的塑料片套到刀片上，就像这样。这片塑料的作用我觉得是用来防止飞溅，就是修剪的时候防止树叶飞溅到你身上。最上面的这个按钮呢，你按下去它就可以像这样旋转刀片。这个按钮后面还有一个像开关一样的东西，只有当你往下按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打开修剪机把手的那个扳机，也就是开关。这个修剪机最大幅度可以左右90度的旋转。我的这个是电池版本的，我自己也用的都是 Ryobi 一套的嘛，所以直接插上电池就可以用了。往下摁住保险，摁住扳机开关，就这么简单。这款是我用过上手和安装都真的比较简单的一个工具。那么现在来看看修剪效果。首先平地一个试试，我也是第一次用嘛，动作会比较奇怪。使用下来真的很简单，这个修剪机非常的轻便，你长时间使用的话应该也没有问题。而且你看，女生也可以使用。不过记得你的手势要对，不然树丛可就剪歪了，剪歪了那就不好看了。总体来说，我觉得这款修剪机挺好的，非常轻便，使用方便，值得入手。那么下次再见了。